你这晾饭店关了拔毛？我家还有事，我回去了。舅舅，你前天不是还要放水吗？对对对，我前天水忘记放水。叫你拔毛不拔，饭汤里面不好吃。好香啊！看什么看？没你的份。咋办？这手机响了，有人打你电话。大婶，你尝一下。老爸，大老娘他鸡翅。大老娘，你当他鸡翅。不好意思，没那个状态了，没那个状态了，真的。